号诞生了金马影帝霍格纳，十年之后赛前大热的金牌和武德燕，以及在新加坡拿奖的 Sandra Wong 和阿丽都没有得奖，但是输给桑多和阿莫，最真的是大显家出的金斧头服务。当然还有最后一个战场等着他的厮杀，就是满千森在半程评雷以林叶灿，也正好是这个颁奖典礼举办以来的第20周年，但是历年都在年底举行的颁奖礼，2017年度的颁奖礼竟然延期到明年1月21日举行。不要以为分数看不透的事实，是不是为了要牵制剧迷坐等了很久，终于在今晚开播的超级台庆大剧《唐僧风暴三》？这次不卖鲍鱼，不卖月饼，卖的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很爱的 The Direct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宣布，我要上市。其实我要上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还恩。上一部手足情深哭死人的家豪演员庆中秀一个都没有，只有陈文姿和沈德旺以外外加两子弟，开台打麻将都不够格，连唯一回归的 Bosco 居然还是他们的舅舅。我哋想车死我咧！看同三丰宝识睇，梗系睇争家产啦。爹哋爹哋都变成上市公司，不得不讲怎样以40几亿看呢？你意思话狗暗中部署想吞咗家昌王？处心积虑推我离开香港，压我啲股份。哎呦，唔使惊，河妈响大厅，听清楚司琪姐的同心金句，学做人。我郑妈出品，必属正品。今晚开播，明年1月19日大结局，紧接21日的满千星翻番整体雷，谁那是第十后的机会最大？还是要看完这个年度大戏才能做准。三风暴三。